除了各个大道免过路费，警察的交通罚单打折优惠则从后天开跑，每张罚单只需50令吉就可以摆平。不过警方今天强调，还在法庭审讯的罚单没有优惠，因为这些案件不在警察权限内。武吉安曼交通调查及执法部总监拿督斯里莫卡辛指出，50令吉特价不设限，还多少张罚单都可以，所以欢迎民众从本月21号到下个月21号，透过 MyBaya Saman 手机应用程式付款。民众也可以到州警察总部和警区总部缴纳罚款。他解释，这次的折扣和之前推出的警察日罚单优惠不同，因为警察日罚单优惠只限特定违规行为，而且最高只有4折，所以50令吉特价非常划算。